透过管弦乐带领年轻学子迈向国际。雄颂管弦乐团特别邀请国际知名台湾旅的指挥家简文彬大师担任客座指挥，带领年轻学子迈向国际水准。这个乐团就是等于是说我在全世界指过平均年龄最小的乐团啦，无论是我的背景怎样，但是这个工作我觉得就是说这次跟雄颂的工作当然还是要延续，就我们就是周安瑞团长他的理念，就是说最主要是要让他们有这个经验，就是那我当然就是在这个经验，那每一个指挥的习惯会不一样，但是就是说不是说用那种好像看待职业乐团的那一种，而是说怎么样透过这样这几天的工，一起大家一起练习，一起做音乐，然后把一些感觉带给他们，就是说你要怎么样享受大家一起演奏的这样子的一个乐趣，而不是说只是来我们要排练的，而是说今天我们大家有这个机会一起凑在一起，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做成什么事情，那我觉得这个是重要。那这几天的排练下来，我个人是非常我觉得很满足了。简文彬老师是阳明国际的台湾指挥家，现任德国莱茵歌剧院终身指挥，除了以歌剧指挥身份与德国、奥地利、荷兰、瑞士等地的剧院指挥演出，亦常受邀于各个知名乐团担任客座指挥。此次雄颂管弦乐团所举办的音乐会，由简文彬老师担任指挥，可以让雄颂管弦乐团年轻学员得到更丰富的经验。时方新闻黄慧茹、简玉玲高雄采访报道。